参加比赛完之后，很多人都叫我一直唱这首歌曲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就非常厌恶这首歌，因为唱到有点想要吐这样子。然后其实，很许久没唱，就觉得哎，那我当初听到这首歌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有一点点蹦出来这样子。对，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。